志秋，头先电梯入面嗰个人你识唔识啊？点解最美丽嘅时刻总系咁短暂嘅？所以人要学会珍惜。总有一日，我成大器会企喺上边，大上海就喺我脚下。以你今时今日喺上海地位同影响力，应该冇嘢做唔到嘅。呢个地盘系由我嚟管。个肥佬咁架势，系咩人嚟嘅？法租界巡捕房嘅探长，霸气十足。如果能够派佢门就好。今日开始，呢度由你嚟管。我成大呢世有咩唔敢？唯一唔敢嘅就系当汉奸。我哋虽然系江湖中人，喺呢个时候半步都唔错得嘅。我明白。你记住，我就系你生命中的魔鬼。我觉得好似一啲都唔认识你。第一日见到你的时候，我就告诉自己，我要永远做你的女人。我不希望我先生知道我们的过去。我和郑太太，你素未谋面，会有什么过去呢？以后我们不要再分开了，好不好啊？